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 SmartX 来调试 Ontology 的 Python 智能合约。这里是我准备好的一份Python 智能合约，今天我们将基于它来进行调试。首先这个合约是一个以使用斐波那契来和数字比值的一个合约函数。我们传入一个整形，首先计算它的斐波那契值，并将这个值和这一个大数比较，如果大于它，将是斐波那契视之为 true，否则视之为 false。合约很简单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SmartX 的底部是我们调试的输出区域 logs 区域，以及其他不同的button。比如说，这是我们合约的计算站、备用站以及 opcode 的历史、本地变量以及 storage，这些是我稍后会在演示的时候给大家展示。另外，在这个区域是有四个按键的，这个和我们传统的 debug 工具是非常相像。首先，三角形的按键是单行执行的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我在第15行。设置一个断点，那么这一行是执行斐波那契的数据。如果我执行点击这个按键，那么它会来到16行，而不会跳入这个斐波那契实际执行的函数。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个实际执行的，点击这个向下的这个按键，那么中间的这个正方形是结束这次本次调试的最右侧的垂直向下的，那么它是一个opcode 的级别，就是我们 EOM opcode 的级别的跳转。这个功能会非常少，除非你非常想要了解 opcode 的推栈入栈操作，可以这样子。OK，我们先调试吧。首先我会在这份合约里面设置断点。第一个我把它设置在11行，这是斐波那契测试的入口。然后第二个是在第16行。首先我们需要把合约编译。因为我们的调试是需要 opcode 的，所以首先第一步需要编译。第二步是我们点击 run，因为我们是调试，不需要把合约部署到链上，所以我不需要 deploy，我直接 run。那首先我们选择斐波那契。然后总形值，我输一个小，就15来测试，debug run，我们可以看到绿色显示是我们目前，函数执行到的行是第11行，我可以先点击单行调试，跳转测试，好，我们是运行到第三个，再跳。再跳，目前我们来到15行，这里我帮大家可以演示，先进入这个 locals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本地变量，n 是5，然后big values 是1803，这是一个 hex number，我们可这个它其实是1000，但是它 hex number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把这个值拷贝放在我们 truth 工具。我们有一个转换工具栏里面放在这个反转的 hex number 来转换一下，我们验证一下。对的，是1000。我们再回到这里，是这个 locals 是非常有用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调试，想要看到你函数执行的里面的本地变量是可以看这样的。同时我们可以来到计算栈里面，这个是没有的。但是我们的备用栈里面会有一些，很多的值的，关于这两个栈，大家可以去阅读我们 Ontology 的一些开源项目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另外这有 storage 是我们会存储一些 key 和 value，就比如说，如果我的合约执行到第16行，或者是第20行的话，那么它会将这个 key 以及 value 会放在这里的，这就是调试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单步来，
跳入来debug，OK，执行到23，OK，它会反复来跳，所以我不想执行这么多步骤，所以我直接点击这里，OK，来到第16行，它有两个路径，要么是执行17行，或者是20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OK，这说明了。5的斐波那契值是小于1000的。我们可以再来到 storage，我们执行下一行。OK，storage 里面有值了。那么同样，它的 key 和 value 都是 hex string。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，copy 这个 string，然后来到 tools，对顶部的 hex string 转换。OK。是斐波那契，我们再来验证一下这个 value。OK，也是对的。那么说明5的斐波那契值是小于1000的。我们先进入本次的测试，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个更大的数，比如说10。那我们再来执行。大哥说，我就不一步一步来调，就直接结果。这是之前的storage 的记录，我先把它删掉。那我们接着来调试，我们来接着来调试。OK，现在这个合约。已经执行完毕，我们来看结果。仍然是 false，说明10的斐波那契值也是小于1000的。我们再设一个15，然后 storage 清空，debug run。OK。很明显仍然是 false 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再测试，设置，我设置16，然后我们再次的测试，这样吧。OK，这一次的值好像是大于1000的。OK 是 true，说明16的斐波那契值是大于1000的。我们也可以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调试这个合约SmartX 是非常强大的，和我们传统的 IDE 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调试的工具，希望大家多多使用 SmartX 来开发智能合约、调试智能合约，谢谢大家。